球男单的项目也有好消息，这是我国好手周天成在32强对上印尼选手克里斯蒂，经过一番激战，周天成是以21-17、21-17获胜，晋级16强。我觉得比较耐心，然后攻击都很有效果，然后再加上这边的观众也是帮我呐喊、帮我加油，所以在气势上我觉得差很多，这样子打败一个比较强的强敌，然后希望自己在后面的比赛自己能够延续这种气势。周天成跟克里斯蒂曾经在上届雅加达亚运男单金牌战相遇，当时周天成落败获得银牌，这回两个人在32强又交锋，周天成扳回一城复仇成功，也继续在杭州亚运的男单个人赛往前迈进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